女人亲吻男人这三个地方，说明她爱你入骨，好好珍惜。一，男人的额头，女人吻男人额头，通常是呵护与关心对方的意思，想要把男人当作宝贝一样对待，这种动作表现了女人十足的温柔。二，男人的脖子，当男人坐着的时候，女人从后面吻男人的脖子，她的内心是非常爱他的，恨不得自己一直不放，好让男人体会到她给的温暖，让你无时不刻不想着她。三，男人舌头，当你和男人接吻的时候，除非真正爱你的人，不然他很可能不只是用嘴唇和你接吻。男人其实所在乎的并不是女人能不能赚钱，男人在乎的其实是女人有多爱他，只有女人足够爱他，他才能安安心心在外面打拼。